关系。Push and write. Alphabet. Alphabet pen. 嗯。反正就是宝宝的火车，然后这台是三合一，它有三个功能，学步车，然后你当坐在上面，当小火车。小火车，然后这个是反正就火车上面有一些书啊，一些声音啊，可以给小孩玩。在网络上看到它好像还有一台是红色的，红色的好像是它写四合一，就是它这个坐垫可以再当成一个拖车坐，但是网络上缺货。然后红色那一组的这个地方玩的东西好像也长得不太一样。那总之我们在 Costco 买到的这组是 Costco， 啊 Costco 买到的这组，这什么名字？黄色。黄色，对。这是12个月到36个月都可以玩。它这边有写一个 sit to stand， 就是坐，然后准备到站的一个阶段。地方选位置会看呢。哦，这是火车的身体，这个是它的车厢，轮子。不，这是积木。哦，还有一组积木啊。我们刚看到轮子啊。这个有黄色的，这个很像轮轴的东西，对，这个没有。嗯，主要的轮子有两种，一种是有两种，一个是没有。哦。哇！轮子上面呢、啊，都还有一二三跟 A B C。哦，有看到一二三。出来，然后这样它就直接塞到后面车子里面。哇！哦，他就知道这是 P Q 啦，这 Q 哦，这看起来是 P 耶。Q， 我从这边看是 Q 啊，我这边看是 Q 哦，我这边看是 P 啊，他就一直讲他是 Q， 也不是 P。哦，我这样角度看就很像 P 嘛。然后就是因为底下有这个东西，它底下有就是上下上下，然后它的这个底下有一格一格的，它就可以知道这是它就感应出这是。拜拜，嘿，拜拜呀。